中意嘅《十面埋伏》。咁而家请吕先生介绍下呢个《十面埋伏》。《十面埋伏》嗰个调系描写以前楚汉交兵嘅情形，系从嗰个调咧可以听到以前古时点解打仗声音，好似入边系有都有军乐啦，仲都有装吹号号啦，系仲有放炮声音，咁啊仲有好似两个大家打嘅时间嗰啲兵器相接嘅声音，仲有马叫嘅声音，仲有马嘶迎翻嘅一种悲壮嘅场面，都喺度入边。呢、這个调我想好多人都知道嘅啦，就系、是《霸王别》。哦，《霸王别姬》嘅故事嚟嘅，系。咁而家请大家欣赏《十面埋伏》。
嘅四首樂曲咧，呂先生已經為我哋演奏完畢啦。咁我哋喺呢度咧就非常之多謝呂先生，多謝你呂先生。希望你咧就以後唔好隔咁耐先翻嚟香港，多啲翻嚟為我哋演奏。多謝你，方小姐，我都希望能夠過幾年就翻嚟，再同各位相見。再見。